要叫宝宝的姓名加一起吗？秋季。秋季。秋季城。陈秋季。听起来怪怪怪的。林秋季。什么家族？欢迎收看《师傅你救救我》。我们的来宾又是我们的普星。大家又看到我们全家福了，而且这次呢，因为之前那个女儿来复盘，大家都很喜欢，喜欢看我们那个圆满的感觉，所以今天那个季泽星又来跟我们一起复盘了，有什么感受？ Yeah, 觉得很开心，而且今天要复盘的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一集。哦、真的，女儿真的很厉害，这局 MVP 耶，真的是演得很会演。先把爸爸杀死就对了。很会爆。哎、欸，那女儿最近这么厉害，得到很多人的喜欢，爸爸会不会吃醋啊？为什么要吃醋？基因良好啊！哦，有遗传到爸爸的。可是我有点吃醋哎、欸，为什么？因为有一天呢，女儿告诉我她的零用钱是70000，然后你才给我700块，为什么你对女儿这么好、欸，但是对老婆这么不好呢？你自己赚那么多、啊。对啊，你赚那么多、欸，你都没给女儿的用钱，我来给的、欸。我给了他，我给他的是关怀跟照顾，他那我们改换一下，换我给他关怀。哎、欸，其实这样可以，我也可以给的，其实这樣也可以给了。哎、欸，那女儿你知道我们每次玩讲这个节目都有一个口头禅吗？就是我妈妈有一个，你会跟着我练吗？如果我待会练的话，你可不可以练练看？可以啊。我那个摄影破水金穗线有棒有扁，有新鲜你想看你是不是就觉得？再一次，然后扣，现在我要扣你的用钱。好，等一下，我认真。啊，再一次哦。我那个摄影破水金穗线有棒有扁，有新鲜你先想看支付0995。哦。那因为你练得不错，所以我也特别准备一个礼物给你。这个礼物很明显，它已经在你面前了。惊讶！哎，我跟你讲，女儿最重要啊！如果你之后要嫁人，就是厨艺要好。所以今天除了复盘以外，我们要观察你这个厨艺。你今天要做什么料理给大家？我今天要来爆爆米花给我的爸妈吃。哦、真孝顺。因为我们今天要复的这个盘比较长，对，可能我们要一个小时左右。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要当成电影在看。对，就需要爆米花。对对对，边看边聊边吃，一家团聚的感觉，好不好？先试一下，先倒那个。哦，好。现在呢？不行，完了，加不出去了，完蛋了。可以的。这边也没插电，怎么弄？还没。你看，平常妈妈都不会做菜，害我也不太会。那个啦，外送，没有在煮饭。好，我会先用这个小碗，然后呢，把爆米花装进来。哦。这个操作非常的简单。装再装，对，够吗？哎、欸，所以你是用你零用钱买了这个爆米花、哦、差不多了。你喜欢吃爆米花？这是我爸爸送我的啊。哦，哇，你真的很疼女儿哎。女儿就一個。那邱雨辰怎么办？雨辰，男生啊，自己赚钱，老公赚点钱。好，这样子之后呢，我要把它倒进去了。OK， 这个很神奇耶。我还真的是倒进去了。嗯，对。我要插电了。是忘记要干嘛？我记得我要把电插上去。然后呢？因为我这里有电油，等一下，哪里有奶油？哦，等下再放奶油，爸爸，太好了，紧张。哦，有了，它开始动了。好，然后再来呢，我要再用这个碟子，好酷哦，把一块奶油放进去，放上来之后呢，再盖着，因为呢，它下面在炸那个爆米花，它的热气呢就会这样飘上来，让这个奶油融化，最后我们就可以把奶油拌在爆米花里面吃。哎、欸，但我好奇今天的爆米花是什么口味？是咸的还是甜的？我喜欢咸跟甜。我们这边呢，甜跟什么？咸跟甜都可以。这边有糖粉，我们最后可以自己加。哦，是甜的、哦。你想吃多甜就可以加多少。哦，耶、yeah, ，非常的简单。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等爆米花。对，我们要等待。就等吗？好，今天就一起等爆米花来。不是啦，不是边边复盘边等吗？没有啦，我们还是要聊一下。哦，对，聊一下。哎，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玩狼人杀那么久之后，谁最容易晕船？你们自己有没有一个人选？或者你们要说？你们印象中哪一个深刻的？你们通晕船哦，晕船最容易晕船。我觉得前阵子雨农蛮容易晕船。对，伟静也蛮晕的啊。有时候。对。还有谁？我想想看。我最近也蛮晕的。你们？我觉得大家都有晕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晕最几率最高，
欸，其实我自己也算在内，有一集还记得最好笑的是那个愚人节那一场，因为我真是晕倒之后，我就谁说什么我就跟着说，对不对？那一场愚人节不是全部都好人吗？对，然后他超坏的，他可是意思就是哦，所以我就直接被带风向，很容易被人家带着走，对不对？哎，妈妈，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啊，你问，你有没有计算过你自己在狼人杀里面总共踩了我几次？几乎每次都踩，他几乎每一次都踩我。哎，这句话好像真的蛮中肯的，我好像为什么每次都踩你啊？我不知道啊，他每一次都觉得我是狼哎。可是我觉得现在你的状态也越来越无法。无法判断，对不对？其实我真的没有私人情绪啊，不是因为我们一家人在踩你，只是真的是感觉。你是不是想说每一次都踩，所以都踩对了？对，我每次有踩，至少一两次对吧？对吧？有，专门攻你，对不对？真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爆米花的情况。好，还没好。哇，好香哦！所以通常这个会多久？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半个小时没有那么久，那爆米花焦掉啦，大概4到5分钟。4到5分钟，对。哎，但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每次都录那么多场玩狼人杀，你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会不会觉得好像你已经习惯一种模式了，反而更难玩，还是觉得越玩越容易？还是录那么多有什么好处？没有，我觉得像今天就是一个不一样啊，因为它是十二人局。其实我们比较少玩十二人局，那你会发现十人局跟十二人局的战术跟轮次的变化都完全不一样。对，因为像我不是常说，就是在十人局的时候，神一定要跳或什么的，然后名比较珍贵嘛，因为轮次来讲就是名比较少，对，比较少，对。那可是你到十二人的时候，其实都是四个这样子。四神四民比较平均，比较平均。对，我觉得爸爸常常强调，其实民也是很可贵，在十二人局，他比如说可以跳个神，挡挡刀这样子，做一些，因为有井上井下，所以其实炸身份的收益就非常的大。对，就十二人的操作会比十人的来得多，然后要盘的逻辑线会更复杂，因为你就变成说，哎，他现在这个民起跳，他的效益是有。所以他也有可能就是不一定是狼这样子。哎，但你们发现我们每次玩十，哎呦，怎么了？怎么了？他突然跳起来，这是一个象征吗？要好了？哎，有一颗好了，两颗。上面奶油也融化了。哎，奶哦。哦，他自己会从这个洞那样弹出来。所以我来了，开始，我很期待他那种一大堆的那种爆出来的感觉。哦，来了。哎，怎么？哎，这个好像没好。这颗是，我可以把它丢进去。哎，好烫，我可以感受到它的热气。对，这，可以吧？可以。哎，奶油会不会不够啊？可以再加。我们再加好不好？好。哦。有哎，先吃一颗原味。哦。怎么样？哦。哦。我说蛮香的。快好了。哎，要不要来一个？很香哎。就是，哎，为什么你要喂他？他是我爸爸妈妈要喂啊。不行，不然呢？不然呢？先疼女儿，现在女儿在场。你都长大了。哎呦，谢谢爸爸。哎，他整个都已经好了哎。哎，这样是好了吗？我们等他没有弹出来。没有，我们等他声音没有啵啵的时候，我们就拔插头。有了，我觉得快好了，差不多了。所以什么时候加这个？没有，它就是一个调味而已。对，你可以先吃原味再加。酥差不多了，哦，它要满出来了。哎，这感觉很疗愈哎。对啊，而且很简单哎。我喜欢玩那个泡泡按的那种感觉，我说那个你喜欢捏那个泡泡就对了，就看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好，我觉得差不多了，我们把插头拔起来。好，真的。对，差不多。我感觉如果我们三个人一家人到一个荒岛，我们可能没办法生存多过一天吧。就是觉得运用一个爆米花机都有点困难，都不知道怎么用。有点烫的样子。你要把它倒出来吗？应该是。盖子拿起来哦。确定。突然觉得我这妈妈好没用。哦。哎，你刚是用一盘吗？对啊，大概一碗。哎，它其实蛮多的。对啊，我把它全部。哎，真的好多哦！你刚刚拿一盘，感觉蛮爽。有一些还没。哇！
牛肉馅饼，哎、欸，它其实会烫哎、欸欸。嗯，来，来调味调味调味。好吃啊，好不错。你们要加奶油对不对？一定要。好，那我要加下去喽。哈，是这样的吗？对啊。对，真的。妈妈，你不要质疑我。我有点质疑你的厨艺耶。妈妈是贵族啊，没见过世面。都是你啊，太宠她了。哎呀，等一下哦。因为这个还没有融化，应该哦。哇！哎、欸，但女儿，你除了、啊、你会，其实你真的会下厨吗？我会做蛋糕。你会做蛋糕？我真的会啊！我怎么不知道你会做蛋糕？我是餐饮科的呢。你也是餐饮科、哦，跟我一样的吗？没有，化妆是长大之后毕业之后去进修的。哦，所以你的招牌蛋糕是什么？我喜欢吃柠檬塔。你会做柠檬塔？会。哇！哎、欸，下一集。但很久没做了。预、欸、防针，预防针。很久没做了。柠檬塔呢？还有马卡龙、欸。好，我们一边拌的时候，我们一边好不好？我们来复盘是吗？复盘好不好？好。来，我们今天要复的是5月27号这一局12人局，我们先看下去。Let's go。哦，你的不要演了。我们全部都看你一个人的。好，可以吃了。我选一张，全部看他一个，这样可以，看他怎么演，先给你一张蓝，我们等下全部看你哦。我刚才选的牌可能是蓝，第二个字是，我真的不要怕，我不是很玩，安心上路，请看牌。你这是干嘛？你是我这局是哦，对，我是蓝，哎，我们两个是狐狸，还有主任，嗯，中间卡了一个好了，还有豆豆，哦，对，其实这局我们。你们是1、2、3号狼的，1、2、4，哇！那你晚上有听到我们旁边有声音？我真的没听到。我很紧张哎，因为中间卡了一个你。你们两个有声音啊？就是有一些。好好吃哦，女儿，可以啦，这样出去了啦。好难复盘哦，这样怎么样？哎，其实我们发现我们也是12人局啊。很少人在局上，每次只有两三个。其实要多上局，就是要多上局。然后因为凯乐姐这，其实她跳的很难很难跟她对跳，老实说。太难了。她状态很高。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要夸奖豆豆，她临时直接自爆，我觉得算是对我们狼的收益蛮好的。哎，你怎么会？你是明到我，所以才。对，有点怪怪的。然后，因为我看井上是有三个人。啊。好激动。幸好他是查到1号哎。为什么啊？因为你看上井的人那么少，哦、他如果查井下的井上一定还有一只狼。对，真的好想笑。这个表演方式很难是悍跳的，他的状态真的好高，太难了。不是，哎，爸爸，你到时候当时看到什么？你看到女儿，虽然你们已经认识很久，但是你觉得我像狼？其实也不一定，还是你在测试，这是敏牌，我在测试啊，我不能确定你像。说你真的很杀我，我想说好吧，于心不忍，这次先放过。其实你一讲，我就觉得你一定是敏到我，是因为他很像在炸身份，也是高级御男郎，但是后来我想说，验一好了，因为一是狼人，那好他不要验我，他已经想说验就都一样，验井下的话就又看不出他，结果没想到我太幸运了，他是狼人，一号是我查杀，一号查杀，然后3号刚刚悍跳我的身份。你该不会是挡刀吧？不可能，因为你发四查杀。啊！你是挡刀。你先谈你，反正一查杀是对的啦。预言家过。我还偷奖金辉流。金辉流，金辉流。哎，女儿这就是这样讲到底。对啊，勾到底。蛮讨好的，而且你还是狼妹。三，你干嘛？三，我是三，你是好人吗？好紧张哦。这样子好吗？真的吗？都分不出他，验个9，如果9是好的，我就把警徽给他过。我原本打算我想要买一台哦，好吃吧？我跟你讲，我一直在起那个状态，我正在想，我到底要不要跳，要不要跳？可是我打不过这个7的状态，他真的打不过。对啊，那已经决定要狼队报警，要报。所以我现在不让警徽到他手上，好不好？那我真的很，那豆豆在后面站很久哎。太那状态太自然太真了，我再去学表演课一下。我自爆。明确的选择，对。1号宝宝淘汰，请至淘汰区。昨晚的好，安妮。而且以豆豆的人设，绝对跳不过。嗯，大家会觉得他应该是表演弹跳，因为豆豆也会弹跳的人。昨晚7号，他这个反应真的，哎呀，
它颈会有留酒，对，它留酒，它颈会有留酒，这是个关键啊，对，这是个关键，这就是大家开导致小赖晕船的关键。好 ，OK， 好，七号真远章嘛，那一号就是查杀了，然后我想要非常着重听三号的发言，因为刚刚七号在讲话的时候，我有着重听三，我着重看三号的脸，他一直这样，就是好紧。他是真的假的？犹豫的表情，所以他有他做那表情，真的好像一圈超人。四号查杀，所以三四号两个都先放在我的问号区，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玩狼发狼，然后做高另外一个队友的身份。他这个真的想太多。三四我着重听，我觉得他真的想太多。如果三我们两个是狼的话，哇，一三是三只狼这样直接嘛？一号他真的想太多了。可是三号，你像你怎么说的，爸爸？他是一个身心多疑的人，真的身心多疑。所以呢，我先三四号着重，加上刚刚凯乐姐她说她下一晚想查九号。然后他最后死的时候就说，但我觉得我不怪他，因为他很容易被人家。他查九号是一只狼。他容易相信人啊，在他真实生活里是被人家骗，所以我觉得他没事。对，是他的身心，对不对？我这状态。所以他身心多疑。他身心多疑。好了，原谅他了。对，凯乐姐，你什么意思啊？我是好人，我傻眼。那凯乐姐她的反应的确是查到狼的反应啊，其实不是查没有对。没有，如果我想，如果凯乐姐是查到我一定是狼的话，她应该是，你是不是看我一定笑？其实那种应该不是我一定是狼。我觉得如果他说他查主任，我是对他最后是查主任。没有，我说以我们如果他是狼，他不说的话，我们看这个反应的话，我们不会觉得我一定是查杀。对啊，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他一定看我一定就。嗯，这样是一个比较我查到查杀的，他说哦哦哦，这样有点慌乱，感觉很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有可能哎呀误认他了，他其实是好人想要讲，我会觉得我自己会觉得是这样子啊。一三七，那一三一定知道，但是因为我们狼知道嘛，对啊，我们狼只能扛推，但是其实我也没有仲裁他前面七，那如果三是狼的话，他因为我觉得他讲的蛮好的，违禁表水很好，对啊，他敢来悍跟七这个七悍跳嘛，所以我又开始觉得，该不会三真的是在打一个。就是他这次这场是好人，要打一个比较不同的操作，他可能抿到四，所以他直接敢胆发一个四号查杀，有可能，也有可能是这样，因为我真的不觉得，如果一三做成两只狼，三，然后看到这个七三还会想要跳，而且三又是第一个发言，他知道他在七的前面跳一定，他这个逻辑很正，对啊，所以逻辑上思考三这个问题，三你是狼，他如果说一三是狼的话，那我三号肯定知道，七号是冤家，是真玉吧。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会发七号查杀吗？搞不好也跳不过。我可能会让一号去做，因为夜里的沟通版就是安排一号去起跳。那再来就是我应该说那时候我有很多选择，如果我选择赢下来的话，你也可以故意大身份啊。没有，我告诉你，你搞不好可以直接爆，把气爆。好啊，你给我一个很不好的反应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在演戏，但是我是真的觉得我傻眼。我真的傻眼，我真的。就有时候也是考虑到节目啊，对，什么意思啊？镜头，镜头，一顶上发现直接爆。我觉得都很真心耶，所以感觉这两个应该都是好人。但刚刚在狼在杀人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杀特别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啊？所以我们第一天杀谁？我就想说，该不会是四个都很厉害？十一号是不是？就我刚刚原本对设想的是，因为我记得我觉得羽绒是谁？所以我原本想说，可能狼是有可能这四个，那。的确，一是狼出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三号跳狼好像蛮合理的，就一三都上警，所以我也觉得三号有可能也是那个狼同伴，就一起上警，然后发了一个四查杀。然后刚刚四号在被发了查杀之后，感觉很淡定。四号是我的查杀过。还是有个表情，还是有表情啊，还是要装一下。激动，可是他现在都蛮淡定的，会不会是夜里的时候他们就讨论，就是会发他查杀，他是预言家这样，所以我觉得四号也有入我狼坑，所以他这样就等于把一三四都打入坑了。对，我觉得三号、四号是我会重点待会要听发言的人过，不要这么严肃。哎，我们吃完了。对啊。怎么？我们还有第三个发言，我们还在底下，比较不好，还没投票嘞。我们还有很精彩的 PA 发言，我已经吃完了。这一局超惨的。啊，你不觉得他很淡定的，怎么还入你狼坑，就很矛盾。然后又去盘说狼杀特别久，会不会是特别厉害人？我现在是对这句是特别的
觉得说只要有人去说啊狼杀了好久，那个人就很有可能是狼，因为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八九，因为哦刚刚雨诺也蛮特别的，这逻辑有一点特别，就是很厉害的那个夜晚会下比较久的策略中，然后六就微笑，他就觉得那我觉得如果雨诺是狼，是不是这样？纳入那个很厉害那个表情，有可能会聊一些夜里的声音。发言之前感觉蛮好的。然后八九的话，九这个出坑了，诗雅先出坑。对啊，他状态太好了啦。他们大家都保了七吗？保了诗雅吗？他的反应。我觉得九的表水还行，而且他也拍了身份嘛。然后而且我觉得九是有盘到说，其实一三不太会构成双狼，因为你们想，如果一三是双狼的话，那他们就知道七是真玉了。那三其实直接发七查杀力度会很大，因为七会很像原地起跳，所以我觉得一三不太可能会构成双狼，因为现在一已经认狼了，所以三就会出我的坑。那就很有可能像九说的三去抿到四，因为三其实刚刚真的很不像一个悍跳啊，就他这个操作感觉就只是想要炸还是怎么样，可是因为四也没上镜嘛，所以四有可能会是三抿到的那张狼牌吗？可能要着重听一下四的发言。所以我现在觉得狼坑会比较落在一。一，然后四十，因为我觉得三象好，三很会抿牌，所以四有可能就会是他，因为他觉得零九象好，然后零九抿到我，蛮正式讲的。难得这时候还可以跟大家讲话，真的很难得。然后我也会想要着重听四，对他应该是抽狼几率其中最高的一个玩家吧，受害者之一。但是我他抽狼比抽好人多，因为就如同十一号说的，如果一三构成双狼的话，三号可以直接往七号加一个查杀，那这样子的话，哎。发一个查杀，所以等于只有目前聊天只有十号没有中，没有，可是他是觉得三四小，对，只有他觉得三四三，我这张牌像狼，还有小赖，所以其实有一个就是那个内皮狼，那三号有两对啊，如果尺不够可以暂停。然后而且他其实就只是随口说一个四查杀，可能是想要看四的表情和状态吧，所以等一下听就是四号怎么聊。然后前置位的话，我觉得八十一在我这边比较偏好。九虽然他刚刚发言很高亢，可是他就是他是说我是好人吗？然后他觉得八十一偏好。对。但是我不把他踩死，那不就对我就是打矛盾吗？好，因为毕竟凯乐姐刚刚出去真的有一个很他说我好啊，可是八十一是说我不好的。那十的话就是刚刚十一有讲到，十一保你啊，讲就是他说四淡定，然后又对对对，只有八打你，八跟十，十也有一点，三四这一点好像有一点比较不合理一点点，对我来说，我点一下吧。一十一十二，然后三四可能出一匹狼吧。哇，厉害！三玩家太准了，太准了。对，但是真的，我觉得他们有没有可能狼队打一个骚套路？就是我觉得三玩家不管什么，我觉得这人龙哥你要排配身份了、因为你要解释你的东西。虽然我认同你们的东西，但是三号玩家有可能是一个做身份的狼，也有可能像八玩家所说的狼查杀狼，就是这个移除是绝对不能排除到的。但是十一跟十二告诉我觉得发言就是一直跟风了。我只是把你们前面的故事，我发现你那狼也很会扯。我看故事走到哪里，我就走到哪里。真的，你后面还发一个，很会跟风。我其实心里面讲三号玩家怎么可能是狼，可是大家都讲了一块啊，三号玩家你要。是，不是狼是要这样子打、对，狼是要跟好人走啊。状态我觉得不太像，难得有一个好人有可能被扛推，不然就目前在我问号区，因为我他跟我的思考很像，我觉得三四有没有其实一个狼做身份，所以我着重听三玩家的发言。为什么？然后十一封宝的这个六，我觉得这里在我这里也是没那么好，所以我觉得十一十二肯定出狼，但是我不知道是一狼或两狼。不是，因为你们知道这样打会变成怎么样？这个规则是这样，狼只要自爆就会带走了，那。七号一起来，那不就发啊？就自爆，那就永远就是这样子啊，就发就爆了。那警卫怎么？当然是有一个想法，就其实狼是敏，我要起来做事，发个啥看到。就算你知道真正的答案是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掰一个故事。七号状态，你要想，对，我们要想一个故事，我们要让大家说这个故事不是真的，我们要掰一个 B 方案给大家。所以我每次都一直在想，然后我都会乱，不然警卫根本用不到啊，就是发到然后就爆了，就没了，就。是永远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这样够好了吧？我这样还能不是个好人吗？我就觉得九号比八号高端太多了。爸爸，你这句话我最喜欢了。MVP。动动动动脑，八号都用了，不要乱玩。很强。不清楚游戏规则再发言。哎呦喂！其实爸爸真的蛮可怜。
帮好人做事被直接被打成焦点牌。对，好，我这边狼坑是先讲我，但我觉得八是好人，那九必须是龙错，他状态像好，可是他是龙错，原因是因为七号出去之后讲的那个东西，所以九有一点点龙错，但他发的好，那我觉得十一十二。因为我记得不知道十二跟六互动的时候，六有一个十一还十二有跟六一个互动，然后他六表现像好人，所以我这边的三只狼的坑是十一、十二、四五，比较高几率。当然四五还没有发言，因为四号是我一开始抿的像狼的牌，那我的龙错是六九十，所以我等于说我保的好人只有二三八。比较是我好人的坑，那六九十是。而且你听完我发言，你还觉得我像狼？错的，所以我还是票的。对啊，为什么啊？一个感觉，就感觉你是一个被找到然后极力的演，因为现在这局势很难打，你知道？因为现在预言家死了，好没了，没有人要拍身份，我是一张名牌，请问我要怎么样找出狼呢？只能听发言了，只能打发言。那大家发言都不错的话，我们没办法去做下一个坑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可能会，我先听四表水吧，我可能会依照我的直觉票四，或是四五发言，反正我要听四五发言，才可以决定过。我讲一下哦，其实呢，刚刚拿完牌之后呢，因为我拿到是一个蛮好的牌，所以呢，我就想说，我要故意，其实我这边是有点乱讲，是乱讲哦，不是你不是为后面铺路，最后还是有铺到，故事线有，是误打误撞的铺路，还是其实有这么设计过的？这刚那句是误打误撞，因为我已经变焦点牌了，然后我想说，啊，我是狼美人啊，就算真的这样被出，他讲说四号查杀过，我一听我就觉得这不像是一个真的预言家的发言，因为你一定会留警徽流，然后加上上警的人只有三个，就是一三不可能做成双狼，是因为上警的人只有三个人，那如果一跟三都是狼的话，那为什么三号不直接去发一个七查杀，或是直接去发一个金水拉票？为什么他要往警下去丢一个？我这边还讲这些来保你，所以因为我觉得我踩不动你，三号比一比较没有这么重的原因，所以他很难踩动，对啊，所以我只能保你吧。然后他一下就过了，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在。而且你这个发言，我觉得最容易。让好人得到你信任是你迈出了一个对对，你讲场外音那个其实太像好人。场外是这边讲吗？还是下一轮？这边就最后，我记得是下一轮。然后他讲说他还留了九，对，所以我这个行为不是已经非常做好吗？这边就有点变狼，好吗？但是是复盘，复盘看着会看出。拿到个蛮好的牌，你们就来猜我是神还是冥。但你有解释，你有说哦，因为你不想要因为场外有帮我入坑的是十跟十一还有十二，然后十一跟十二猜我的点都是说，因为三号很会明牌。可是你们要去想，如果你们觉得他明牌，用他明牌很准这件事情，就去仲裁一个人，那我会觉得你们就是想扛推我，因为很明显的我完全没有队友，你们全部。你不觉得这句话是就是大家常用的吗？对，就我没有队友，想要扛推。我没有队友啊，对啊，没办法，我怎么办？没有，我只是说这句话很常出现。然后其实最前面我是觉得八号你的发言让我有点问号，是因为。你刚刚排说三四，你排说一三有可能双狼，然后三有可能发四号狼查狼发狼查杀，我觉得这点就是我觉得已经有点怪了，是因为我觉得一三不可能做成双狼，因为一三如果是双狼，三号不用再发一个井下的，就是他应该去。我好奇，如果这一轮你跟零九 PK， 有没有可能冲得掉零九？你觉得三四双狼我会觉得有机会哦，有机会，我觉得有，因为我觉得我觉得你可能买得掉小赖的票跟放在一个超级有几个人的。对，我狼我一定跟你冲的。然后十号，我跟主任应该会跟你，如果我跟主任跟你冲的话，叫小赖的话，加你的话四票，有可能。但是讨厌，所以呢，但我觉得这一轮蛮有趣的，是主任这样的发言，他想要扛推的人，对，哎，他想要扛推的人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可是他推得出去，对。你有发现吗？他水平，其实我们一起冲票，那要怎样？我超级厉害，艺人很难当，好不好？对，可以。后面都已经在乱了，但是我觉得，哎，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我觉得普星女儿在这个位置不知道打什么最好，但是你保他有一个好处，是因为他打错了两个好人牌，你跟着他一起打十一十二，我们有可能十一十二把他冲出去。对啊。所以到底哪一个方案比较好？其实我也不知道。然后十一你去踩十，那其实我这边已经有点想要跟狼队友喊话了，我说我想要投十一，所以你有跟我一起投十一？是因为你刚刚结果主任直接一个风向带到九号，然后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对对对。稍微放好，然后重点是刚刚。
因为我们狼队的故事是我们打西施，打西施，打西施。我就是想打他们。然后这一场，那你们有成功啊？因为女巫最后毒了，毒了死。有啦，我这边说了，晚上五号有声音，有可能是十一吧？我觉得我讲了。大家怎么都忘了？真的预言家，你们都信七号是预言家对吧？那为什么不去讨论他那个反应对九号的反应？他本来要查了一个九，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主任这个真的是很经典的山洞狼的一个发音，真的。你看他怎么直接去打九，但我不敢跟他一起冲票，因为我发言来保他而已。去想一个更不一样的套路，去想单纯一点，我会投九号，哎，过。我觉得刚刚十号一开始说他觉得二三一六会是比较厉害的时候，确实回应十一号，确实我那时候觉得蛮开心的，没想到也有一天被说成是很厉害的呢，我开心。他这个已经很好人了。哎，不一定啊，现在思雅也是表演系。对啊，他现在也是很会演，打你的脸是很好看。所以呢，我那时候确实就是觉得蛮开心的，回应一下十一号。其实称赞思雅或踩大家的反应都蛮好笑。对，哎，是什么？我忘记了。先撞生词。确实，五号这边有一点动静，我有听到。最多被踩的就是一直在讨论三四。主任好可怜。因为他真的太大声了，我们都打野。他撞到，对不对？对他撞到。就是帮好人操作的牌，所以他刚刚那个状态，我觉得他应该只是想要假跳，然后呢保，可能等下后面可能有真预言家出现，所以我现在觉得三号跟四号给我的反应是好的，然后我觉得五号就是有点奇怪，虽然他刚刚想要直接票九号，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票九号，哎，因为九号刚刚那个反应又还蛮真诚的，还是其实你们狼想要图名，因为他刚刚是第一个起跳说他是明的人哦，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十二号蛮怪的，他刚刚大家在发言的时候，发言大概到二号这边的时候，他这样子突然间涨红了，是哦，他的那个状态发现，就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很有趣。那你们自由投票喽，还是他用的腮红是会慢慢变红的。为什么李毅都那么容易红？这个是一个，他哪好人？他怎么红起来吗？而且这局他是平民哎，这局是那个詹子晴弃票。哎，你还投我哎？其实我看到你投我的时候，我都当作没看到。我很怕别人会看到。小赖投十二，五十二十一，这是配置问题。你投什么？我投十二，五十二十一辩论，太绝了。我们停一下好不好？五十二十一辩论，我们再停一下。等一下，聊一下票型吧。就是九蛮多人的那个票型，五九十一十二的都是平票嘛，这样子。然后我自己是过来一张四号牌，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觉得说票型会很乱，所以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因为好像不太会影响到。而且老实讲，我不知道票谁。哦。对，然后主任跟李毅是票了九号。就等于说，狼队他还是有一个人跟着他去冲了这样久，就是以那个预言家的直觉去冲嘛。然后思雅跟小赖是觉得是，可是十二号到底讲了什么会让好人觉得他很奇怪？你们其实十二只有打了九，十二保，而且十二保了八跟十一，就是小赖票十二。其实我也不明白小赖为什么当时票十二，可能他觉得如果要认定他可能认定思雅是好人的情况下，那可能12相信他的直觉，十二是一个狼吧。然后以及可能你前面如果他认定你是好人的话，你都说十一十二十一十二，可能他十一十二要硬选一个，他可能觉得十一比十二好。但我已经跟宇宙票到五号，可能是他们都投尾进，就是。因为刚刚雨农有保尾镜啊，对哦，尾镜是对五有敌意，可是我一直以为思雅会去票这张五，因为他不是说有声音吗？对，结果他票十二，票十二，其实也是蛮奇怪的。然后你们两个就是狼队的策略嘛，就是投十一，就投十一。哇，其实如果其实我们再冲一个九，他就出去了。对，我老实说，我们不可能觉得九冲得出去，对不对？因为我觉得焦点没想到了是十二或十一。如果我们投十二，可能还比较有几率。但是因为我们狼有一个
故事在走，所以我敢说你要投十一，所以我们一定要投十一。所以你知道每次只要这种投票环节，你发现天哪，差一票就可以冲出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懊悔。对对对，每次都很懊悔。所以这个故事，这故事讲的是什么？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们狼队的故事，我们要投十一，可是我们还是要判断，觉得场上的人会不会投这个十一。应该是说，对，应该说，重点是。我觉得主任那时候他有点想要倒风向，因为他才是狼队的归票位，对，这样子。但是所以你们的战术其实有点分歧。对，如果我跟普星是在后置位，像思雅的位置，我们可能就会煽动。对对对，对，我们就可以煽动，应该是十一支票的出去。但是因为我们在中置位，然后后面又把那个焦点打到九，打到十二。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我们也必须调整，我们应该可能或许冲九或冲十二。对。比较冲的出去。好，我们先往下看，因为还有辩论。什么？五十二十一辩论。等一下，好乱，太乱。谁要停票？停票。是不是没有？哦，有一个狼，对不对？好，我再跟大家重新说。就是五号被投出去了。刚刚预言家在还没走之前，他说要查了九，但隔天起来之后，预言家死了之后，九号那个表情就赢很大。因为九号死了之后，那预言家走了那个表情。其实是主任这个状态，如果再正气一点的话，搞不好是真的。他只要拍逻辑墙，对，他拍逻辑墙，我们可能就跟着他。然后再挪点事。对对对，然后随便乱点。对 对。或是把自己的同伴点出来。上次之前也是有说过，预言家要查了我，然后隔天死了，你们就全部票我。你们还记得这一场吗？那我那一场就是真的是狼啊。那为什么要这么直接就先往预言家的表现？再看九号刚刚那个眼太大了吧？当主任在讲逻辑，那你们就把我这个就因为我讲了。可是他这个算逻辑吗？没有，就是说他的表没有，算是四两巴掌的场外吧，对场外的东西。他一直跟我对话，我觉得这边很好笑。报第一家点牌不对啊，但你后来又投了一个十二，你投十二的点是什么啊？我觉得十二是好的，就刚刚他没有一个让我其实有点顺水推舟，因为就把五跟十二做双。每一个人看到刚刚预言家走的那个表现，还有九号的赢很大，先把九投出去了，单纯一点，不要那么复杂，因为十二局真的很复杂。对于主任怎么可能会复杂的？主任玩五十个人都可以了。这47号是二号是狼，但是因为我会打三，就是因为我就是拿到平民，所以凯凯姐要查我的时候，我很开心啊，想说反正也不会出什么事。可是他出去的那个反应，的确是让我会，哎，我好像要想尽办法来解释这个东西。表白吧，我就想说，好，告白。谁想要 counter 我，我可能就从里面找了。结果意外的，哎，没有几个人 counter 我。十号认我好，十一号认我好，到十二号才开始觉得我不好。所以觉得我不好的只有十二跟五是确定我不好。三号把我摆在龙错，但三号刚刚那一招，他一表水之后，我就觉得啊，对对对，他有告诉我过这个玩法，所以我觉得他是在骗那个狼要自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表水已经够好了，但是因为现在狼就是要去找一个最合理的人扛推出去，三本来还蛮好扛推的，可是他的表水过好，四也蛮好扛推的，因为你刚被很多人，可是你的表水也蛮好，那就回归到我咯，我就是因为他们只能说啊预言家的反应不好，所以为什么要相信我刚刚的演技？但是因为我平常讲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刚刚还很害怕说，哎，那会做真假是一部分是你的发言，有可能会让你们人家看不到你，但是因为我真的知道我是平民。所以回想起来，其实你保单也五就是一直专攻我这一点来投我，而且我不相信你没有硬要跟他做五那么会看我，你如果知道我在演没有在演，你会看得出来的。而且五的发言太短了，他只来定我这个身份，他没有去盘什么三跟四啦，或者怀疑谁啦，他就是棒讲完就过，因为四跟六都有听到你的场外，你可能想说不要多说多错，所以我觉得你的发言让我觉得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想要赶快结束的感觉，所以我投了五。然后，所以我现在的狼坑就是五跟十二吧，而且五还保十二，所以我觉得十二就是因为你用这个点踩我，所以我先把你入坑了，我就是这么单纯，我也很单纯，踩我的人我就入坑，因为我就是平民，所以你们只能拿这个点来踩我，我会投五啊，我不能投了，我觉得是五，因为五九是互投的，所以五九一定输一狼，然后我刚投五是因为我觉得五他的发言很简短，想要用预言家那个表情就直接投了九，但九发言我觉得。因为我刚想到九，我觉得他好是因为他有盘说一三不会是双狼，但有可能他如果打倒钩把这个点先讲出来，也不是没有可能。然后五保十二，十二，你说十一吗？九把十二入坑。那我想问一个问题，他这边就爆水了。爆水。那个他是骑士。不行，不行，你还投他？你这个票型真的，到底是票型出来了？
我是好人牌。我们都知道。我要说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十二号发言，我刚刚真的吗？哎，下次我就这样演了。可以。哥讲，哎，这个可以。那真的歧视就会觉得你在演哪出？我演你。哎，这怎么玩？哎，我真的会演你。那既然你有牌身份的话，要是不小心出到神怎么办？那既然九号排名的话，那他一定是民级民以下、啊。那我觉得出九是最保险的一个打算，不是吗？对，对啊。所以这一局的话，因为其他人都没有排身份，我觉得他打的是平衡。这是好人做法吧？你没有去办法就叫一个没有排身份的人，不是吗？对啊，我是好人。但他讲可能太早了，可是他这个逻辑很好被打，很好被扛推、欸，对，太好了，对，我还舍不得偷舞哎、欸，可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应该主任这句还是高级女主任，主要是九号的发言太好，我好蛮想知道你们把我推出去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我觉得非常奇怪的。然后刚刚六号也把也投了九号，我觉得这个为什么一定要想那么复杂呢？应该就是听预言家的刚刚那个反应，伟静这个反应演得真的很好，但他不能构成一个就是你们不看完，你们以前不是都会看预言家走那个？那只是在摸他戒指吗？他是在看他指甲吗？他是在看哎什么时候进咯？他是房也会拍你啊？你看哎这局在在那淘汰区真的会真的会很。对啊，都站那么久，都已经天哪，超厌世，都觉得天哪，第二次被发查出去，这就要站很久。哎，是我是在后面搞不好，滑手机。可是到后面 PK 其实蛮紧张的。这边你想说为什么死的不是骑士？其实这边真的应该刀起。对啊，其实是啦，只是因为我心里有点觉得十一号验不到我们。一个好人小圈圈。可是我觉得，因为他刚刚有，哎，我们稍微停一下，稍微停一下，因为我们聊这个刀吗？我们聊一下，好。对，因为那时候夜晚，丰泽一直说要刀十一号嘛，然后我说，因为你一直踩我，因为我很怕留着你，你会说哦，那骑士验谁，然后谁去做什么，对不对？我怕你会安排工作，而且我们如果先刀十一号这样子的话，你是在我前面发言，然后后面又很多人已经没有狼了，我会觉得他们会跟着你的发言，所以我就决定，因为我们这样。可是你不怕你刀三你会变成第一个发言吗？还是其实因为我就想说，大家应该没有很注意到他投我这件事情，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投我。对对，这就是计票型的重要性。对，真的要计，因为其实如果等一下再讲哈，对你先讲完。就我觉得这是一种直觉，就像你觉得我像狼，然后就像我觉得雨农验不到我们。我觉得他会去验别人，所以我才会想说，那骑士就留着，然后让他去撞错人也可以。好厉害哦，女人！没有，就是刚好他很强，一定要先刀。我要现在看下去喽。分白就在你身边，要记得订阅并开启铃铛，还要加粉专和 follow IG， 你一秒接受预白最新消息，哦，感谢支持。